单陈秋晨的《秋信秋无疆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！在咱的舞台上面再多啊，要来祝贺咱的五千岁、秋百、秋五的这种时阵，因为恁是因为我们的四道欢迎啊！来，咱今日嘛非常感谢着咱的诸位副诸位观音团会，来一个阮的理事长吼，咱准备做有咱的正主。啊，不过伊个着阮个小姐阿妈非常坚持，在公交车方面做安排，专程咱个进行个节目来甲咱个会场，叫下师傅甲下师弟吼，祝福咱以往间个所有咱个请主身体健康，食百衣，出门在外呢拢会当平安顺利，过来甲赚大钱吼，谢谢你。